像这样子对什么都怀抱着敬畏的心，其实挺好的。可是，他们什么都拜，一天到晚都拜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像这种看不到、摸不着的东西，他们真的相信吗？如果你不相信一样东西的存在，那么就永远看不到它的力量。傣家人相信有神灵在，所以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。这种能让傣家人从心里放下纷扰、得到安宁的东西，你说他在不在呢？不，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没有鬼神，我们都没亲眼见过神灵，我们相信眼见为实。但我今天和杜比聊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。这世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很多。比如人和人之间的感情，就像爱情，除了我和你，谁能知道他到底在不在呢？只有我和你相信，因为他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心里。你爱，你信了，他就在。从这点上来讲，爱情和神是一样的。对不起，因为我的无知还有傲慢。其实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，我现在开始希望，这世上真有神的力量。保佑你永远这么好，保佑我们两个永远不分开。